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哈哈哈，一百五。啊，稳将啊，稳将。捉鸡上，捉鸡上。啊，捉鸡上啊，捉鸡上。哈，捉鸡哪样呢？啊，拍死，拍死。师兄，师妹陪你啦，好不好？你要接受我跟他好那个金共腿请出列金啊金共腿差金共腿啊，因为他有点落差的啦。来，这个就由你来执行了哈。好啦，加油加油。两位你可以挑一位，你要挑谁？你要执行谁？我写老干明仔哟。我挑我好了啦，挑我。哎，画一笔，画看随你画哪里。他说画一笔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只有画一笔啊，不是叫你画一笔吗？有病是不是？哎，这样也蛮好看的。真假的，很正式。那我以后就这样录影好了。好，可以可以。那以这个二师弟你的辈分呢？我觉得给那个十八铜来画就太过分。那你来画我。当然，来来，眼睛闭上。我怕眼睛闭上之后你整晚倒下来。我刚提一块囊，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我还有摄影棚，那个地板蛮敢搞哈，眼睛闭上。啊！泰德克，呵，呵，安塞啊，赛德克巴莱，赛德克巴莱呵。安尼拄好，迄个原住民的精神也在里面。安尼好，能用金叉。啊，咱所以对台湾的警察司机吼，嘿，啊，大家辛苦，嘿，啊，希望以后大家有真好生意，大家拢年年赚大钱。是，后回请继续收看少年的目光会。